龙哥，龙哥，干什么？你不能出去。林世群明目张胆地抓了秦书媛，这是在向我示威呢。书媛是我害的，我必须要去救他。龙哥，林世群这个王八蛋明显是想引诱咱们去救邢小姐，然后将咱们一网打尽呢。是啊，龙哥。 龙哥，哥几个什么时候怕过？关键是救平咱们这几个人进了76号，恐怕连邢小姐的面都见不着就死光了。那他把我干怎么办？这怎么救吗？龙哥，不如咱去找那个姓帅的，他现在是卢孝安的女婿，肯定有办法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妈，跟我走。 开会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上车。你必须想办法救出秦书媛。你都没辙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 这林世群又不会听我的，我不管。别忘了，你我之间是有协议的，你必须帮我这个忙。你是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是，我是想救秦书媛，可是没那么多可是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不出办法，就别做你的什么春秋大梦了，啊？不是，我别跟着我。 不是，我还开会，我这车……自己想办法。这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司马空的逼迫让帅飘的复仇之旅又起波澜。对于如何营救邢书媛，帅飘的头脑中已经开始飞速盘旋着各种计划。 哎，什么？帅飘没去开会？他说去哪儿了吧？哦，知道了。管家，小姐在吗？去静安寺了。 这不是卢氏长的女公子卢琳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原来是周夫人啊！刚才都没有看出来，没想到周夫人修佛如此虔诚。当然，尘缘不了，断事断，不断也是断。你也是来断尘缘的。我可不懂那么多，我只是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，来向佛诉说一下而已。空名在世，知是苦，不知也是苦。 我想，佛已经听到了你的心声。早就听说周夫人是妇女运动的幕后推手，行善积德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还请周夫人多多指教啊。我不是什么推手，我只是乐善信佛。不过，最近听说你们干了一件大事，通商银行成为新货币的发行银行。
卢市长真是志向高远呢、啊。周夫人过奖了，周院长的农民银行才是江浙一带的龙头老大呢，我们始终都没有卢市长的手段呢。周夫人，那我就不打扰您清修了，改日登门拜访。那好，你先走，我还要进去参禅打坐呢。父亲，我回来了。你上午干什么去了？怎么没去开会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早上啊，小林突然想去静安寺烧香，非得让我送他。我想这个会啊，是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，我不去也没关系，所以就……胡闹！你知道这事有多重要吗？你作为核心人物，竟然缺席会议，你脑子想什么呢？这样我怎么能把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呢？是是，父亲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小姐回来了。对，老爷和姑爷在餐厅呢。我知道了。小林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小林。嗯。小林啊，家里边有司机，你为什么非要帅飘送你去静安寺啊？小林，你看你非得让我送你，哎，赶快替我向父亲求求情吧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司机是司机啊，现在帅飘是我的丈夫，婚后第一次上香，我当然想让他陪我去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他是在乎工作呢，还是在乎我。你呀，太不懂事儿了。你知道今天这个会议有多重要吗？要是耽误了大事儿，你上多少炷香也保不住你丈夫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坐下。哎，坐吧。啊，父亲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跟周行长啊都已经计划好了，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我问你啊，为什么要提高巴黎啊？啊，这个巴黎呀，是经过我精确计算得出的结果，提高的太少呢，无法吸引储户，提高的太多啊，我们又无法承受。其实这个巴黎啊已经是够高的了，只不过我们能撑过去，而林世群呢，他是绝对撑不过去的。哼哼，但愿你算得对。父亲，我今天在静安寺上香的时候看到了周华海的夫人杨秋慧，她烧香拜佛，看似是一个很虔诚的佛门弟子，但是当我跟他说起咱们银行即将发行新货币时，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是嫉妒和羡慕的笑容。哼，还真挺有趣的呢。这个女人在上海到处邀买人心，她以为我不知道周淮海他手伸得太长了吧。在南京好好的院长不干，来到上海准备抢我的饭碗。哼，想得美。水瓢，你下午帮我去办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您尽管吩咐。大美晚报的编辑邢书元被林世群给抓了，你知道吗？抓了？为什么被抓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不管为什么，这都是件好事。邢书元，哼，大美晚报这几年没少骂我，这次落到林世群手里绝不能放过他。你去76号告诉林世群立即处死他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吗？啊，不是，父亲，我在想这个指示如果由我来传达的话，林世群可就高兴坏了。他高兴什么？难道他真的杀人成瘾？不是，我是这样想的，父亲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林世群就可以把这个杀人的罪名啊推到父亲的身上，他自己呢不承担任何的责任。这个邢淑媛呢固然是可恶，可他毕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记者，
我怕这样一来，不仅仅是上海，全国的舆论都会对父亲您不利啊。对啊，父亲，帅飘说的对，您可不能让林世群把你当枪使啊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哈，我觉得呀，对付这些穷酸的文人啊，无非就是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。现在巴掌林世群已经打过了，我们就给他点甜头，告诉他其中的利害关系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让他顺从我们。顺从我们，让邢淑媛为我服务，他肯就范吗？他不是这种人，拗得很。如果是别的地方啊，我还真没把握，但76号这种鬼都害怕的地方，我想应该能说服他。如果他不从，我们再把他推给林世群。那这样，下午你先去一趟，先礼后兵。他要是答应我的条件呢，我就放了他；他要是死硬，就地处决，老子还不怕什么舆论。那您的条件是？第一，要为我写一篇颂扬我的文章，篇幅要大。第二，严厉谴责重庆和共产党在上海搞什么暗杀呀、恐怖活动。第三，恳请日本宪兵进驻租界，维护秩序。他要答应我这三点，我就放了他。好，就按照您的指示，我下午就去办。什么时候我们76号抓人，轮到你们市政府插手了？林部长，卢市长并非是要插手，只是这个邢淑媛对卢市长还有很大的用处。我也有用。你告诉卢市长，在这儿，他的价值最大。是这样，最近关于日本军队进驻租界的事情，卢市长正在和日本人想办法。卢市长是希望这个邢淑媛能够在报纸上呼吁皇军进驻租界。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的话，恐怕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。笑话，租界那么多家报纸，干嘛非要邢淑媛他写的？这个邢淑媛之前写过文章骂过卢市长，如果现在他能反过来歌颂卢市长的话，这效果岂不是更好？连邢淑媛都投靠我们了，其他的报纸也就不敢说三道四了。您说的，林部长。这个女人倔得很呐，昨晚上我是再三恐吓她，她都面不改色。你能说服她？我看呢，先给她上几套大刑。小子，你也看看我们76号的看家本事。这是后话。卢市长的意思，现在需要一个完好的邢淑媛来为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，所以还请林部长行个方便。谢谢林部长。陆小安处处和我作对，等着瞧吧。他这个结构写的很好，结合你上一篇文章。回来了，好了，你们继续工作吧啊。淑媛，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我们正打算救你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被放了。还好，
这次多亏了帅漂。他怎么救的你？他向卢孝安提议，利用大媒晚报的影响力，想让我写一些亲日的文章。他们这是在借题发挥，为日军日后进入租界创造舆论。你答应了？我当然没答应，这只是帅漂的缓兵之计。辛小姐，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。我的建议是，你最好离开上海。我不会临阵脱逃的。 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吧。我知道那些文章你不会写的。淑媛，他的建议是对的。你要不写，卢孝安不会放过你。我也知道你不愿意走，但是至少这段时间你要躲一躲。你马上收拾东西，我来安排。老郑，我现在不能走。我要是走了，帅漂他怎么跟卢孝安交代？ 刚才卢孝安派人请我们两个记者到市政府去，说是请，其实是被押走的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放了我，又抓了我两个同事。小李和佳佳被带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那个人放下话：如果你答应卢孝安的事情做好了，他们能够回来；否则的话，无耻。看来卢孝安还是不信任我。你的这两位同事。 很有可能被他抓去当做人质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尽量打探一些消息的。辛小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这个坎儿该怎么过，我们还要想一个万全之策。我先走了，有事联系。 邢淑媛怎么样？答应了吗？哦，开始啊，他还装的挺硬的。正好林世群的那些刑具啊，都在那儿。我就吓唬他，我说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然后动完大刑以后，再把你卖到窑子里去。他就吓坏了，乖乖的答应了。好，好，这些个穷酸文人不给他们点厉害看看，他们不知道是天高地厚。 是是是，一个个还自诩爱国。有用吗？他们懂得什么叫爱国吗？像某些人那样，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，借着抗战排除异己，这叫爱国。我们这才叫爱国，曲线救国。对对对，岳父说的极是。你这话说得好啊，帅漂啊，还是你懂事啊。小林在这一点上比不上你啊。你告诉那个邢淑媛。 三天之内，我要在报上见到这篇文章，否则的话，遭殃的就不是他一个人了。好，您放心吧，我会盯着他的。哎呀，明天就要升息了，不知道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。那还用说吗？岳父，您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水瓶啊，你这两件事情办得很好。 我当初真没看错人呐！多谢岳父的夸奖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好，小燕。 怎么样，邢淑媛什么态度？邢淑媛这种人，你应该知道的，他是不会就范的。我本来以为他如果能逃走，那就一了百了了。可是没想到，卢孝安还真是老奸巨猾。他先到报社抓了两个编辑，美其名曰是请到家里来做客。现在看来。 如果三天之内邢淑媛没有行动的话，他和他的同事就在劫难逃了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如果邢淑媛出事，他们一定会找到他背后的人。那样的话，你和军统之间的事情就保不住了。林世群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本来还想让邢淑媛写一篇揭露卢孝安的文章，资料我都准备好了。
现在看来写不了了。什么资料？能不能让我看看？这是最近几年卢孝安利用职权巧取豪夺别人的财产所有的资料，还有他结党营私、排除异己的罪行。这些资料，即使是汪精卫看到了，都会讥诮生厌的。这些资料从哪来的？当然是我收集来的。你真的以为我是给卢孝安当乖乖女的吗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无时无刻不想着报仇，只可惜我是一个女流之辈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。沈喵，只要你愿意帮我，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。小林，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必要再瞒你了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本来是姓陶。帅飘终于把久久郁积在心头的秘密和盘托出，他忽然明白，是复仇的愿望指引着两个有着相同仇恨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。在卢府这个龙潭虎穴里，他们互相温暖，互相鼓励，期待着大仇得报的日子早点到来。舒服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要命了？还挺关心我的嘛。啊，放心吧，能要我命的人还没出生呢。哎，帅飘这事儿干得还行啊，不到一天就把你救出来了。是你让他来救我的？你以为呢？他会主动去救你吗？说真的，司马空，我挺感谢你的，不过你也别老说帅飘，他也挺不容易的，到现在卢孝安都不是完全信任他，放了我的同时又抓了我的两个同事，我现在是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咱们一关一关的闯吧。放心，有我呢。你真的来是？你真的是来报仇的？你和我的目的是一样的。要不然我也不会低三下四的接近他，我不但要杀死卢孝安，我还要拿回所有的财产，替我的父母报仇。小林，你不会看不起我吧？怎么会呢？卢孝安的财产没有一分一毫是他自己赚的，他害得多少家庭家破人亡，就像他这种人就应该死无葬身之地。真是老天有眼，让我们俩走到一起了。小林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们俩齐心协力，卢小安的末日就到了。我会把这个转交给邢淑媛，让她尽快发表，哪怕不是大明晚报发表的，其他媒体也可以，一定会让卢小安难看的。可是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，三天以后卢小安就会动手，到时候邢淑媛可就在劫难逃了。尽人事听天命吧，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测，也只能怪我们无能了。除非卢小安突然死了。对啊，他如果是现在就死了，什么事情都一了百了了。帅彪，你不认识军统的人吗？你让他们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现在就杀了卢孝安。不行，不行，杀死卢孝安，谈何容易啊！这必须得好好筹划筹划。
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我知道不简单，可是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像他这种作恶多端的人，随时都会遭到报应的。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机会。出大事了，我们的银行被挤兑了，高经理打电话过来问该怎么办。慌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高经理说，市面上本来就在流传我们银行周转不灵，结果今天一大早，通商银行突然之间就宣布要提高储户利息，提了整整八厘，我们一开门就被挤兑了。现在倒好，资金是真的周转不过来了。肯定是卢锡安这条老狗，当面给你送笑脸，背后捅你一刀。正琢磨呢，他为什么花钱把自己的通商银行弄成了货币发行银行？原来是冲着我来的。哎，这回可不光是咱们啊，全上海除了通商银行全都被挤兑了。这个老鬼啊，是要大小通吃啊。好大的胃口，也不怕把自己给撑死。我问过了，这次做决定的是帅飘啊。帅飘，小人物，这都是障眼法。你给高经理打电话，我们利泰银行歇业一天，让潘达派警察维持，有人捣乱就把他先抓起来。既然卢小安你把帅飘推到了前台，那我就亲自去找你。哎，这次可怕是没什么用啊，卢小安这摆明了是落井下石啊。他要是这么干，那以后发生了什么，我可就不能负责了。大家放心，大家放心，钱不会少你的，一分都不会少的。哎呀，这一大早就有这么多人挤兑，我看这利泰是撑不了多久了。但凡是个人，面对我们多八厘的利息，不可能不动心的。这回利泰算是死定了。我都能想象得到林世群现在是什么表情。一个特务，就干好你自己的本行呗，还非要插手金融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这块料。这几年甭管你吃了多少，这次都得给老子吐出来。是啊，林世群肯定会来找您的，到时候你可得硬气一点，否则的话我在前面扛不住啊。那是，看林世群无论在上海有多霸道，在我面前永远是小刺喽。今天晚上我要宴请宾客，看看林世群的脸色能变成什么样。呀，林部长，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不知道您亲自来了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泡茶。不用泡茶了，我就是问句话，问完我就走。我问你，通商银行提高利息是谁定的？是我。如今市面上物价飞涨，南京方面又把新币发行的事情交给我们了，没办法，我们只能这样应对。我不管你新币旧币，你们银行提升多少就给我降多少，我要你现在就办。部长，这么做恐怕不太合适吧。你不知道部长是谁吗？你他妈不要脑袋了。别吓唬他，帅飘。潘达是沪西警察局局长，也是我手下十兄弟之一啊。你小子抢了他的心上人，占了他的位置，他要报复你。这事儿你那老岳丈是袖手不管了，把你小子自己放在风口浪尖啊。是我告诉潘达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，他才放了你。
要不然你是小命不保啊。这个人情你该还我了吧？部长，您说的这些我都信，但这是两码事。再说我们通商银行涨利息是我们自己的商业行为，这个恐怕跟林部长没关系吧。行啊，您小子学会装傻了。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挡人路别挡财路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懂，但是通商银行做主的是我的岳父，我只不过是跑腿的。对不起。喂，啊，我是帅彪，啊，是岳父啊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林部长就在这儿，怎么，您要跟林部长亲自通话？好，好，好，岳父您稍等。林部长，我岳父想跟您亲自通话。卢市长，我是世群，现在就在你银行办公室。让我别为难帅飘。现在是这小子为难我。晚上你要搞个家宴，川喜多先生和晴崎中佐都来。好，那咱们晚上见。见面谈。我们走。部长，我岳父在电话里跟您说什么了？您怎么就走了呢？帅飘，你现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，小心马失前蹄。部长您来了，客人都到齐了，就等您了。朱彪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误了家宴，小心挨骂。这什么人啊？浑身酒气。市长家的厨师，就这个爱喝酒的臭毛病。您请。好。哎，我这个人呐，就是个劳碌的命，银行的事儿啊让我头疼啊。只有当上海市副市长，哎呀，现在好了，帅飘替我顶起了半边天呐。我现在可以专心在上海事务上，也有时间在家里多休息休息了。卢市长有个好女婿啊，那天在婚宴上说的话非常得体。谢谢。诸位，事情因事来迟，还请各位见谅，见谅。世群呐，坐坐坐坐坐。我们这群人里头啊，要说最忙的，那就属世群了，比我这市长还忙。不过我刚听说，利泰银行被盗，谁敢搞到你头上？嗯，没事儿，几个小贼，没什么大的损失。不过奇怪了，这事儿像风一样传遍了上海。其实小贼不可恨，可恨的是那些趁火打劫、落井下石的。你说这人还是人？骂帅飘的吧，我刚也骂了他一顿。帅飘，林部长赔个不是你。而卢市长，就别在我面前唱双簧了。我今天利泰银行被挤兑的关了门，这事怎么办？世群，
别急嘛，我终归会给你的说法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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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吃菜，醉鸡，酱鸭，这是我们卢府两道名菜，尝尝。嗯，味道怎么样？卢市长，你还是自己尝一尝吧。帅彪，这菜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那个，我估计啊，有可能是朱彪他又喝醉了，所以才会。啊，我刚才看见他呀，醉得连路都走不动，我已经骂过他了。别有传雷，去，鞭子狠狠抽他，直到把酒抽响。好好，我这就去。这两道菜嘛，不吃就不吃了，何必如此呢？我这个人呢，治家如治君，家规如军规。谁跟我过不去，我就跟他过不去。喝酒喝酒，在卢市长家里待了这么多年，你就不知道规矩吗？啊！打！啊！打！快点打！让他长长记性！你们回来了。他想怎么样？他答应了吗？他答应调查此事，说过两天给我个满意答复。哼，这个老家伙，他就是在拖延。等他答复我的，我的利泰银行早就关门大吉了。可我怎么看你一点都不着急呢？急有什么用啊？卢秀安在庭院里面鞭打他的厨师，打给我看的，想给我下马威，老子不吃他这一套。今天我的利泰银行受损，明天我就拿下他的通商银行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杀了他吗？可是我们毕竟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呢。你看你看你看，你这是妇人之仁。他向我开火那会儿怎么没这么想啊？放心，我不会自己动手的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小林，我突然有个想法，如果我们可以把朱彪身上男人的本性开发出来，说不定他会成为我们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尖刀，一把刺向卢小安的尖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朱彪去杀卢小安？不可能，朱彪跟卢小安干了这么多年，一直逆来顺受，他不会对卢小安下手的。朱彪挨打的时候，我暗中观察过。表面上看一声不吭，但是他的眼里全是仇恨。这种人的情绪很像火山，看上去很平静，但是一旦爆发，威力无穷。他现在需要有人引导，去把他内心的火山给爆发出来。小林，我相信我的判断。可是，他是个本分的人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恐怕都做不了。老实人才干大事呢。不过，这需要我们好好的筹划一下。小林，我之所以这么着急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两天之后刑事院还没有动静的话，卢小安肯定会把他抓起来。到那个时候，
我就会被识破的。那你有什么计划？以朱标目前的位置，他是最有可能接近刘晓安而不被怀疑的人。撑起冬夜，在我心中只有你的容颜，我怎么会忘记这一切？你对我情真意切。想你。